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阿 N 与阿 Lam 呢个频道。我哋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苗金凤嘅演出作品。喺1963年，《孤凤相初》，导演有卢敦，主要演员系李鹏飞、黎卓卓同埋陈巧仪。苗金凤系饰演林杰芳，《豪门冤》。导演有黄岱和朱克，参演的演员有丁亮、姜中平、石坚，而他是饰演邱子湘。1964年，朝冤家，导演是唐龙，主要演员有丁亮、梁醒波、郑君绵，他是饰演周燕芳一角。男男女女，导演都是唐龙，而主要演员有夏平、张英和吴楚凡。苗金凤饰演阿英。香港屋檐下，导演是李晨峰，主要演员是吴楚凡、李鹏飞和丁亮，他是饰演朱茵茵一角。业债亲情，导演刘芳，主要演员是丁亮、李青和黄万妮，他饰演梁凤仪一角。1965年呢，就有《珍珠泪》，导演是左纪，主要演员是丁亮、吴楚凡、高老全。苗金凤饰演方珍珠一角。1966年就有《一水隔天涯》，导演是左纪，主要演员是丁亮、张英和李敏，他饰演黄蔚来一角。《独天使》，导演是陈云，主要演员是胡枫、罗兰，还有李鹏飞，他是饰演林绮梅。1967年就有《蒙查查的爱情》，导演是卢敦，主要演员是江汉、梁山，而苗金凤是饰演李月琴。1968年《红灯记》，导演是黄鸿，演员有丁亮、黄小燕等。苗金凤饰演小贩。1969年有《凶手寻凶》，导演是卢敦，演员包括丁亮、江涛、游华等等，而苗金凤是饰演苏斯。《意乱情真》，导演是李少雄，由周聪、卢若冰、丁亮等等主演。苗金凤饰演江素娴。1972年呢，有《半生牛马》，导演是李晨峰，合演的演员包括周聪、王亨和李月清，而苗金凤就饰演打坏辉妻。另外还有《群芳谱》，导演都是李晨峰，合作的演员有周聪、江涛和唐文。来到1980年，有《势不两立》，导演是陈文，合作的演员有丁亮、余嘉伦和白恩，他饰演美宝。1994年有《都市情缘》，导演是刘镇伟，合演的演员有黎明、吴万达和吴善年。1995年《终身大事》，由钱星伟执导，合作的演员有刘青云、吴耀汉和陈德容，他饰演大姑姐。1997年《西厢艳谭》，导演是林义雄，合作演员有川川千里、黄舒淇和徐锦江。苗金凤是扮演相国夫人郑氏。《聊斋艳谭之幽媾》，导演都是林义雄，合作的演员有徐锦江、彭丹和麦嘉玲等，他饰演王母娘娘。至于苗金凤出演过的电视剧，首先无线电视台，由1973年
的平平，他是飾演平平一角，同埋年關。1974年有他的一生，他做杜平。雲娘他是飾演陳雲同埋梁天來。1975年有創業興家，洛神是飾演恩福。創業興家二，還有民間傳奇的金葉谷，他是扮演林夢仙。民間傳奇的劉之遠，他扮演李三娘。民間傳奇之四的進士，之四進士，他扮演楊素貞。民間傳奇的碧玉簪，他就扮演李秀英。而民間傳奇的呂蒙正呢，苗金鳳就扮演劉翠萍。還有夜深沉，他就做楊月容。1976年有民間傳奇的步飛煙，他就是飾演步飛煙了。狂潮他是飾演 Ada。 七女性之苗金鳳，他自己扮演回苗金鳳。香港傳奇還有 K 人列傳和北斗星之少年。1977年就出演過十三之殺妻、膽入膽出、瑪麗關七七。1978年就參演了大亨做 Tina 和幻海奇情。而1994年呢，就參演過第三類法庭做韋金玲。1995年參演真情莫少芬越南婆一角。1997年就參演過香港人在廣州，飾演張三燕。1998年參演原來沒法黨，他飾演琉璃子平。烈火雄心飾演范瑞燕，妙手仁心廖杰華。1999年出演金玉滿堂潘允琴，即是二娘一角。而2014年呢，他就出演女人俱樂部的王趙詠梅一角。加入麗的電視之後呢的電視劇有1979年奇女子飾演宋娘家桂鳳，俠道風流飾演秋紅葉，情人戰飾演蕭三夫人，大白沙飾演范翠莲。至于1980年他就出演过胡海真霸六，飾演燕北飞，大内群英续集苗翠花，小小心愿飾演范妙香。在1981年出演出线的李敏，甜甜24尾的谭太，以及我要高飞。1982年有老婆越老越可爱，爱情跑道，家姐细佬非法普，他做水衣人，以及天堂有路。去到1983年有誓不低头续集的今晚霞以及情难在。而1984年就有琴剑恩仇和醉拳王武忌，他出演姚姬。1986年有满堂红，少林五壮士他做苗翠花，柔情点三八他做温瑞玲。至于1989年呢，他就出演捉鬼家族的包玉琼，爱情蝙蝠侠的潘宏斌妈妈，小白龙之锄奸记做张夫人，天剑绝刀饰演金国丽同埋金国英，皇家档案之造反有理饰演方小兰，兜乱两仔爷饰演殷华武。1990年就出演还看今朝，
的少在秋和鸿运逼人来。而至于1991年就有乖女也疯狂，她做欧阳芬芳，还有是庙街豪情，天地无情，曾红岁月，发达至多星里面的罗潭玉珠，再造繁荣的赵兰和暴雨燃烧。1992年就有摩登72家房客，而2001年呢就有快活谷的玛丽，2003年万家灯火，她饰演陈世美。她亦都参演过很多舞台剧，包括2014年7月17日至26日的由英皇娱乐负责的《杜鲁治》，还有2014年9月4日至20日的《杜鲁治》重演，2015年1月17日至23日亦都是《杜鲁治》的重演。他亦都参演过香港电台电视部的电视剧《狮子山下》。好，今日苗金凤的演剧人生就分享到这里，请大家点赞、留言、分享和订阅啦，拜拜。